我哋有好正經嘅雞蛋即餅，多謝。好啊，大家想聽就買碟啦。好啦，咁咧睇下 rundown 先。而家大家要翻翻出嚟啦，我哋又嚟啲聖誕氣氛，好唔好？好。係啦，哇！呢只我好想聽明哥唱。喂，出嚟啊，大家 everybody。誒，我哋從山頂嘅朋友 say hello。喂，妹。山頂嘅朋友，咦？我真係喎。喂，係咪朋友嚟㗎？其實。好嘢喎。係真㗎。睇住啊，睇住啊，聽到嘛？聽到就勁揈啊！聽唔到啊！佢話我以為 UFO 嚟嘅喎，大家唔好俾我知嘢，我會講曬出嚟。喂，點啊？你彈唔彈噶？喂，冇歌詞，唔係啩？有個歌詞，誒做咩啊？哦，有雨傘，哦，冇歌詞，誒，冇歌詞。哇，係喎，好嘢喎，嗨嗨，好，咁咧冇人彈吉他喎，睇嚟，哎呀呀，唔係你彈咩？我彈咩？唔係，三拍彈到啊，唱住。未有歌詞，Google 會唔會快啲啊？誒，喺度。咦，唔係喎，唔係，睇住啊！大家自己揾啲嘢做下先啦。專業噶嘛，其實我哋真係專業噶。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Merry Christmas！ 哇，我嗰張温達，哦，好啦，咁咧，咦，唔係喎，啊，係係係，好啦，咁咧，呢一個運動開始咧，其實都有啲歌係創作咗出嚟嘅，係啦，咁佢就係作曲人周博賢先生。不如周博賢呢個時間交俾你啦，因為你自己點解會寫咗咁嘅歌啊？好啊好啊好啊！使幫你擔遮我哋。咦，我自己擔啦，嘗試一下得唔得咧？都得嘅。大家好啊！嗱，我上次嚟呢個地方咧，就係9月22日罷課嘅時候，當日咧就係、是、其實係陽光係好曬嘅，咁我係記得係曬得好緊要啦，咁同埋見到係好多人。咁當日就係即係啟動咗呢個罷課，咁跟住一路至到即係中間發生咗咩事，大家好清楚啦。成個即係運動咩話？咁樣跟住到而家即係個運動佔領個階段完咗之後，嚟到呢個階段咧，我依然見到喺百萬大道係有咁多人，同埋係即使係落住咁大雨，大家擔起雨傘都依然要留守住喺度，繼續要令呢個運動延續落去。用一個音樂的形式也好，或者之後用什麼其他的形式也好，我都很感動，我多謝你們，多謝你們，因為沒有你們，尤其是一班學生去這個運動的牽頭，我們作為普通市民呢，其實可能未必能夠真的那麼真的能夠聚在一起，現在真的運動來到這個階段，可能要想想有什麼辦法去繼續下去的時候，我覺得現在是很好的，大家依然留在這裡，會即繼續要想想其他方法，亦都願意繼續去堅守下去，我相信大家依然是無忘初衷，我都很想喊一喊口號，再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好，那我一會會唱一首歌，就是一首之前創作了的一首歌，叫做雞蛋與羔羊，依然是這個食物的系列，咁就係由我自己唱翻出啦，咁就其實我唱歌係唔好聽嘅，咁就大大會都依然邀請我安排咗我喺度唱咧，咁我好多謝佢哋啦，咁亦都辛苦大家啦，咁一陣我會唱呢首歌啦，咁呢首歌好快咁講講嗰個 idea 咧，其實就係話，其實首歌勾曬噶啦已經，因為咧首歌係講緊，即係當我哋大家知道原來我哋香港好多嘅自由，好多嘅嘢都迅速咁樣退落，迅速咁樣失去嘅時候。大家面臨一個抉擇，一是你就做對抗高牆的雞蛋，一是你就做任由宰割的羔羊，你只有兩個選擇而已，你所以就要走出來，其實經過了雨傘運動，其實大家已經走了出來了，所以首歌其實勾曬的了，但是我覺得因為接下來還有很多很多的戰，很多場戰役，我們大家都要繼續站出來，所以我會繼續唱這首歌，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去做對抗高牆的雞蛋，放棄不要做，任由宰割的羔羊，可以開始了。可以快點，真實的花香，妻子的笑聲。過去美好片段，夢裡湧上監倉的窗，鎖鏈的聲響，告訴我知往日成為絕唱，聲鬆醉過後還信生活又如常，怎知卻終伏被騙，成為奴隸，大劫在頭上，不堪設想，冰槍雞蛋做石牆，不怕遭裂下场，并不退让，依餐苦手做白羊，一世困在牧场，餐券这两张怎么取向？
人已到了决志现场，在拖电中央，仍扮作昏睡，挨命里等鲜阳。钟急敲响，声音多紧张，四处迅速退掉旧有色相，逃到机舱，举低多主张，要过去的惯性情外坏账，感恩惯了曾迷信，福乐是恒常，怎想到昨日还有会刹那便走，纵使多雪霜，甘在头上。餐鸡蛋装石墙，不怕壮烈下场，绝不退让。必餐苦守着花墙，一世困在木墙，餐厅这两张怎么取向？人已到了决志现场，在拖电中央，忘掉下伤。怎么较量？一堆鸡蛋上石墙，可以变做力量，继续扩张。今天鸡蛋上石墙，不怕壮烈下场，绝不退让。否则苦守做白羊，一世困在幕上，怎样教理想？怎么思量？人已到了极致现场，在破冰中央。风水大梦里等鲜阳，要是有想象漂亮。多谢大家献俾咁多位漂亮嘅你哋，多谢大家。多谢周博义。好，再下一位啦。好啦，你俾我啦，系唔系？是八姐。好啦，我唔使用嘅，俾佢哋，俾掌聲香蕉帶。Hello， 大家好。我哋嘅海富歌王，講兩句啊！多謝大家，好榮幸可以喺度唱歌啦，因為咧仲可以仲可以請到阿妹幫我彈呢首歌咧，係我好中意嘅一個 version 嚟嘅，耶！所以我而家咧就係啦，送呢首歌俾大家咧，就係、是、講一啲失去咗嘅嘢啦，但係係啦，要好好咁珍惜啦。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
间确认着那位他，要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忘掉有过的家，小三在沙发书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那回吧，等不到下一代是吗？面对这份起的荒土，你注定学会潇洒，街村不会拒绝磨蚀，窗花不可幽禁落下，有感情就会一生一世吗？又再掩饰有用吗？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忘掉有过的家，小餐彩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影不过借出妒忌那回吗？虽会时辰都别怕，请放下手里那锁匙好吗？有冇演出嗰啲要宣傳咁樣嗰啲啊？哦，31号除夕晚啊，喺天馬公園同大家倒數，免費嘅。哦 ，OK。係啊，好，31号見，拜拜。你冇飯食㗎？你做乜都免費嘅。誒，佢哋，你話我冇㗎。咁有啲有冇啲咩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有愛咯，窮得只有愛咁樣。哇，咁完整嘅。好 ，thank you。咁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又係，哇！我覺得今日即係好好啊，好多年青人。下一位咧係幫我，咦？阿嫲幫我哋寫撐起雨傘嘅嗰一位作曲人，俾啲掌聲阿 Pan。係啦，咁佢咧今日咧就著咗件黃色衫嘅，冇嘢講，係啦。咁你要唔要講下你即係創作呢隻歌？即係創作《撐起雨傘》，你冇乜機會同大家講啊？哦大家好，我係《撐起雨傘》嘅創作人阿 Pan。好多謝你哋嚟到呢一個音樂會啦！今日一直落住雨，但係你哋仍然一直撐起呢個黃傘，非常之感動。咁啊，其實我寫《撐起雨傘》呢一首歌就係嚟自呢一份感動。因為我哋無論面對幾多困難，或者係幾多嘅挫折都好，但我哋仍然會貢獻我哋自己嘅力量出嚟，我哋會發揮最大嘅力量出嚟。我寫呢一首歌，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嚟自大家呢一份咁樣嘅情緒。咁非常之多謝大家咁接住落嚟咧，我呢首歌會係就唔係唱《撐起雨傘》嘅，但係我接住落呢首歌咧就唔係唱《撐起雨傘》嘅，咁咧就其實我唔肯定音樂有幾大嘅力量但係佢可以有幾大嘅力量，我就會發揮幾大嘅力量，希望佢音樂可以幫到你哋。以後呢首歌係 Coldplay 嘅《Fix You》。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What you want, a lot more to me.
唱支曲過你哋聽好冇？其實咧今日係有啲感受嘅，因為咧我喺十幾年前咧，其實第一次去做一個 school tour 咧，就喺呢度，就係喺中大呢一個位。咁我冇諗過咧，即係咁多年後咧，竟然即係再翻到嚟呢一個位咧，係。咁樣嘅一回事，亦都係冇諗過喺今日咁樣嘅一個日子，咁樣落住雨，大家依然係有呢個熱情，希望你哋一路保持住，唔好俾呢一份熱情減退，好嘛？咁咧，今日咧，我覺得係成個舞台上面咧非常年青嘅，舞台下面咧都係好年青。呢一隻歌，我覺得。
喺呢個時候唱咧，唔係我嘅歌嚟嘅。咁但係咧，我希望喺個歌詞入邊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同埋去記住你哋呢一刻坐喺呢度嗰份嘅心情，千祈唔好俾歲月去磨滅咗你哋，千祈唔好俾呢一份嘅盼望同埋呢份嘅信念，因為你哋踏入社會之後就流失咗。一定要保持住，用呢一隻歌去將呢一份嘅熱情記住。香港人加油！同阿 Pan 一齊唱，大家識唱嘅一齊唱。這十年來做過的事，能令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对象和缘分已出现，成就也还算不赖吗？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让灵觉消失吗？咗一首咧，係我近年咧，其實咧，即係有啲衰嘅，即係我係離開咗香港樂壇一陣啦。咁包括咧，其實新嘅歌手嘅歌咧，其實我都比較少聽嘅。咁但係今年咧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嘅轉變。我係因為你哋，因為你哋今次成個雨傘運動，令到我覺得。應該要回香港，係啦，應該要回嚟。咁咧，亦都希望咧，我哋我今日揀呢一跟住落呢一首歌咧，係一位香港嘅新嘅歌手嘅歌。咁佢係講緊青春，講緊都係嗰啲啦，即係點樣去保存住呢一份嘅熱情。咁我試下唱俾你哋聽。唔係咩？點啊？唔係啊，係啊，係定唔係啊？因為我哋淨係喝咗一次嘅啫，其實係啊。Thank you.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亲，毫无空疏，快识穿沿途的污浊。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吉他啫，哎呀，有啲抽筋咧，咁你想破鏈啊？點知？越搞越攰，喂，咁嘅，唉，好啦，算吧啦。好。可以 cut 啊！真係要 cut。係，又揾啲嘢做啦先啦，大家。跳得好行我都攞咗攞咗攞咗，我要真普選，係啦，得閒就嗌下啦，唉。
我要真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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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得啦，夠啲。我想大家俾啲掌聲我哋今日嘅，唔係我哋今日嘅音響啊，又係咧義務嚟幫手嘅，大力嘅掌聲 ，Miso， 好好聲，我覺得好聲過紅館啊，今日直頭。係嘛？阿馬 agree 啊，因為同埋我哋咧，即係呢排成唔係呢排呢幾呢啲呢啲年這些年來咧，即係大耳mon咧，咁今日有地 mon 咧都咁 perfect 嘅直情，我覺得係。再俾啲掌聲先。好啦，咁再唱歌，我知道大家好辛苦坐得，咁我哋差唔多完噶啦，係。如果一生打开枯树木，不会发现痛。不过日日跳水的我，觉得地还好。如果必须结束关系，难扮成从未栽种。让我数着年轮，这些年轮，我的心会痛。
thank you。好啦，時間差不多，我哋請翻大家上嚟先好唔好啊？所有有今日有出過力嘅朋友們。我要真普選，咦？唔係喎，等陣先 ，sorry， 我搞錯咗係嘛？我搞錯咗，對唔住。睇睇翻後，唔該，扯白啦，我搞錯咗。Sorry monkey。咦？係咩啊嘛？係啦係啦。哎，對唔住啊，係啦，哇，吸走咗佢添，呢個好緊要，呢個好緊要。我哋咧。今天是有一個咧，即係從來冇開過金口的單位，以我個譜嗰啲咧，咁咧就是我後面呢、這個，其實已經見到啦，賣咩關子咧，係咪？係啦，就有衝，你真係可唔可以俾多支麥啊？可唔可以俾多支麥啊？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次演出最不專業的單位，我是羅冠聰，咁大家都知道每個演唱會都有啲去廁所環節嘅，大家急可以去一下先啦，其實真係唔係咁重要。有難度啊，咁樣。講翻少少正經啲嘢先，我啱啱入黑，我企喺呢個位，你知唔知道我見到啲咩？我見到就是一班在燈光下面的人群，以及無盡在漆黑的人群。你知不知道令我想起什麼？其實我覺得就好像在香港一樣，現在是就是其實我們走這段路的確很難走，就好像我們今天這樣，我們下雨，天氣又冷，大家就要千里迢迢走上來百萬大道，居大家坐曬喺度，咁其實的確好辛苦。而我哋好多時候都見到有一班喺燈光之後，或者係喺前線可以見到係出現嘅人群支持我哋。但其實我哋喺呢段路上面，仲有好多個人係支持我哋，不過佢哋唔喺前面出現，亦都好似香港而家嘅狀況咁。我哋望到我哋前路，就係望到一部分，但係之後是沒有人見到是發生什麼事，亦都會知道這條路是很難行，但無論如何都好，那段路總會有人在後面。大家可不可以給一些掌聲啊，或者歡呼聲給我們知道原來斑馬大道還有很多人的，這個社會還有很多人支持我們，這個社會還有很多人在背後是發緊力，而香港的前程，即使我們只見到一部分，但我們未見到的那一部分都還會有很多人在這裡的。講回今天在這裡的歷史意義，就是大家都知道922爆破第一日就是百萬大道開始，這首歌呢那天都有出現的，其實就是爆破主題曲來的。為什麼你一講唱歌就變成少男？剛才我因為我很緊張，我手震緊，現在很害怕。是的，就是希望大家都會記得這首歌，就是無盡夢想於漆黑裡仍然哼唱，仍然大聲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給我鼓掌。是夢想趁現在追趕失散方向，曾懷著心底的信仰，別想開始不敢回顧尋覓那真相，明日那個幻想成石像，
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骨血冒险，一一去征途，踏上这无尽旅途。勇气不再热血结伤，开始苦衷停留，开始惭愧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冇的一个会剩余力气去吧，鼓可以出翻嚟啦！重演頭先講，係啦，咁其實今日都仲有啲歌嘅，不過都差唔多到尾聲啦，因為大家仲要有下一場要玩噶嘛，係咪？係啦，未 encore 仲唱緊啊！encore 係唱完咗先至做嘅，係。好啦，好，咁你講兩句。好啊！呢首歌呢就大家唔係好熟嘅，但呢首歌呢就我諗有啲人會識啦，因為呢首歌叫做《太平山下》，係今年嘅年初，我哋感覺到呢個社會已經逐啲咁樣崩壞，咁我同林夕呢就寫咗呢一首歌，同埋當時覺得獅子山下已經俾嗰啲金紫荊嘅政府呢攞咗去做河蟹嘅工具，
所以好好唔忿氣，好唔忿氣嘅個獅子山俾人攞咗去咁樣，所以我哋就寫咗一首叫《太平山下》，希望嚟抗衡下，亦都知道其實喺今年嘅年中到年底嘅時候，太平山下將會係一切發生嘅現場嚟嘅。呢個歌係譴責呢一個腐爛嘅金紫荊嘅689政府，亦都送俾喺太平山下，加上獅子山下，我哋重奪翻獅子山下嘅所有嘅雨傘下嘅可人兒，送俾你哋太平山下。继续啦，嚟得啦。
識唔識唱咧？呢只歌咧，其實都係講一啲嘅小眾去為自己爭取自己想要嘅嘢。我哋而家香港人咧，好多都變咗小眾，我哋一齊努力爭取爭取者，好唔好？Oh!
喂，好，翻嚟。咦，咁啊，咁啊，翻轉頭。好，康怡喺度啊。OK，其實今日呢個場合咧，咩啊？除咗有你哋即係後生仔之外咧，都有我呢啲大叔啊，我嘅黃叔叔。但係今日咧，我發覺原來唔係。因為咧，我已經係一個阿叔嘅年紀啊，但我今日見到有人墊我底啊，有一個我好敬重嘅王伯，搞掂曬啦，王伯。嚟到公園水路，嚟到中大，我咧就要同佢喺佢講幾句説話，好唔好？我唔識得講漂亮嘅嘢説話，我希望呢次運動咧繼續落去，我希望所有學生。唔好氣餒，有我哋爸爸媽媽同埋阿爺阿嫲嗰輩，仲有好多好多嘅善良嘅市民係支持緊你哋，你哋嗰啲學大學妹咧都睇住你哋嘅。你哋希望，我希望你哋咧，把呢個精神咧傳揚落去，永遠堅持到底。多謝，多謝王伯，我哋就送一首。今日咧，其實仲有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喺呢一個運動入邊咧，有出過力又出過心嘅好多人，例如誒山下爸媽都喺度啦，咁所以。有冇嘢講啊？有冇嘢要講啊？有冇啊？冇啦，唔緊要啦，在心中。咁我哋將呢一首爸爸媽媽冇揸住。OK， 叔叔爺爺公公嘅獅子山下。獅子山下。
要唱最後尾一首歌，我哋請應該係你哋嘅校友嚟噶 ，Lester。喂，頭先我唱咗隻歌俾你聽喎，你聽唔到？仲有宇峰，仲有梁梁咧，梁梁衝埋嚟啦！有學齡嘅朋友都可以上埋嚟一齊，係啊。Alex 咧今日就唔喺度，咁今日聖誕節，佢去咗邊度？咁梗係唔係陪我啦，係咪？寂唔寂寞啊？一齊。你有冇聽到我頭先唱嘅歌俾你聽啊？係啊。有冇啲寂寞啊？今日咁多人喺度，你哋話寂唔寂寞？梗係唔寂寞啦！各位都祝大家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啊！大家叫我揸咪講下嘢，我就冇問題。但係叫我唱歌咧，我而家真係熬到腳都軟埋。咁你講嘅嘢先啦，你講嘅嘢先。呢一度百萬大道，今次再一次三個月之後再一次坐滿咗人。呢度係我哋成個罷課行動又好，雨傘運動又好，我哋嘅起點。好多嘢都係喺呢一度開始，好多嘢都係喺呢度發生。雖然雨傘運動好似個佔領行動已經結束咗，但我哋都知道，我哋爭取緊嘅嘢依然係要漫漫長路，依然係要同埋各位攜手努力，先至係可以做得到。所以雖然可能會清場，可能金鐘已經冇咗佔領區，但係。今日雖然係好凍，雖然係落住雨，聖誕節我哋大家都翻返嚟我哋呢個起點嗰度一齊過聖誕，就已經證明咗香港人喺呢條民主路上面，或者民主運動呢一條咁艱難嘅道路上面，係一定會行翻出嚟，一定會一齊打仗打落去。大家係咪啊？係。金鐘村民仲喺度啊？應該好多村民都喺度，應該。哇！我哋再一次喺呢度再聚，而我亦都相信今次絕對唔會係我哋最後一次喺街頭上面碰面或者會面。未來都依然會見到大家嘅身影，都依然會見到大家參與，係咪啊？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香港人！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我要真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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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聖誕快樂！好，我哋今日咧，即係本來上嚟之前咧，都有啲擔心會唔會冇人，即係咁大雨啦，咁所以即係證實咗大家個熱情係未散嘅。咁所以咧，因為我哋其實真係最擅長就係做音樂，咁我相信其實任何嘅抗爭入面咧，都需要創意，需要每個人用自己最擅長嘅嘢去做行每一步。所以希望你哋今日散去之後咧，係嗰樣嘢係冇散到嘅，繼續將呢一份你哋有嘅力量、有嘅創意放翻入我哋嘅生活入面。我哋下次。再喺下一站再見，好冇？好。呢一隻歌係為呢一個運動所寫嘅，希望你哋以後咧，即係翻到去，如果有啲灰心啊，或者有啲失意嘅時候咧，聽翻呢隻歌會記得我哋呢七十幾日入邊去聚咗嘅能量，再將佢散播開去，撐起雨傘。表白内心呼喊
空气驱不散，却信越怕命运更暗淡。但是谁想要看穿放胆，却会在催泪下睁开眼。萬人中大百貨帶俾我哋嘅感覺，唔好忘記九二六、九二八雨傘運動、佔領運動每一日帶俾大家嘅感覺，亦都唔好忘記今日我哋喺呢一個地方，我哋再次聚首喺百萬大道，再次去用歌聲去喚醒我哋對於香港未來嗰種期盼，去喚醒我哋對於民主嘅追求，亦都再去喚醒大家。對於未來的決心，我要真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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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命不認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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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音樂只是一種方式，去令大家記得香港
係需要大家一齊出嚟爭取。呢條路亦都好長，而有其他唔同嘅方式，我哋必須都要去擁抱佢。我哋亦都必須喺抗爭嘅路上係不可或缺。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呢段路我哋望到嘅唔多，就正如而家嘅百萬大道喺我哋嘅眼前，俾燈光照到嘅地方，我哋只可以望到十分之一。但係呢段路，即使有幾長、有幾黑，夜晚有幾凍、雨有幾大，我哋都會繼續走落去嘅，係咪啊？我希望大家唔好忘記今晚嘅感動，亦都唔好忘記每一個歌者帶俾大家嘅每一首歌。我哋串流只係一個方式，我哋未來爭取真普選先至係我哋嘅目的，係咪啊？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各位，我哋一定要記住我哋呢一把王姐呢79日嘅佔領行動，記住呢一個歌詞帶俾我哋嘅意義，呢一首歌帶俾我哋嘅經歷同埋回憶。佢可以清場，但係絕對清唔走大家王姐，亦都清唔走大家對於自由嘅追求，對於民主嘅追求。大家係咪啊？我哋一定會舉住呢把王姐，繼續向我哋嘅民主路，向我哋嘅政制改革之路繼續行落去，一起舉傘，一起的撐，大家好唔好啊？好彩最後講多句，好彩周永康今日唔喺度，如果佢唔係聽到呢首歌咧，佢又會喺度喊。好，我哋今日有好多年輕人喺度啊，記住記住。如果你哋係未登記做選民嘅，記住快啲去登記，運用你哋嘅選票改變呢個社會。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聖誕快樂，聖誕快樂，民主路上再見，好快再見啦！咁亦都有其他唔同嘅合作運動，咁亦都係需要大家支持同埋參與嘅。好，再見。好啦，拜拜。大家小心啲啊！小心啊！下一站都小心啊！無論你哋去邊度，最後咧就要唔係要教人點走啊？係啦，教人點走 ？OK， 係啦 ，call 我。嗱，各位如果要走咧，咁啊好多方法嘅，係啊，通常都開場同埋結場完場都見到我噶啦，係啦，咁如果大家想走咧，可以出呢度校門外。